一辆黑色轿车大拉拉地停在绿色人行道上面，一名男子沿着人行道走着走着，现在无视前面挡路的黑车，直接爬上引擎盖，还大脚一踹踩破挡风玻璃，之后继续爬上车顶，踩过整辆车后才跳了下来。黑车的挡风玻璃被这名何姓男子踩破，碎成蜘蛛网状。何姓男子辩称，他因为无路可走，才会踩过车辆，从车上跳下来时还造成右脚受伤，要对车主提出过失伤害告诉。邱姓车主也因为爱车挡风玻璃被踩破，决定要向何男提告求偿。案发地点在北市延吉街，这条路并不宽，车流量大，经常发生人车争道的情形。邱男当天载着女性友人到附近买早餐，索性将车辆违停在人行道上，想不到爱车竟然被何男踩过，双方为此闹上警局，警方受理报案后将两人送办，另外也对邱男汽车违停的部分依法举发。